一次约他真的好紧张哦。那么柔顺，难道他为了约会还弄了头发？糟了，遇他来这太随便了吧。等很久吗？哦，没有，这地方随便选的。你刚刚弄了头发？没有啊。飘柔崭新体验，一瓶三重功效，焗油滋润，蒸汽补水，柔顺再升级。不好意思，下次带你去别的地方。我喜欢这里啊，简单，很不错啊。三重护理功效，飘柔崭新体验。宝洁。